亲爱的、热爱的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，谢谢，请各位移步到我们的台后继续管理，谢谢。也谢谢我们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，谢谢两位老师，谢谢。哇，丹姐夫，刚刚我一直想说，看到这个团队很感慨，因为丹姐刚刚说这个舞台很滑嘛，每一步有点像在演艺道路上走的路。其实还有一点，我觉得有一个朋友在，有自己的伙伴在身边，互相搀扶的时候，就再也不怕我们的路滑了。是一个跨次元的演绎，有请刘宇宁 Riva 为大家带来谢，有请。感谢来到我们的演讲之夜，二位请。欢迎两位。啊、
青春的一样。